会上遇到他，法庭上又遇到，他还在酒吧给你撑伞，现在你又租了他的房子，你们俩是什么样的缘分啊？你也觉得挺巧的吧？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，接下来应该就是英雄救美。已经救过了。你们两家一定有什么世仇，在酒会上他知道了你是九泰集团的独生女，所以故意接近你，说不定还想绑架你，再去勒索你。爸爸，别闹，说点靠谱的。靠谱？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呀。你想想啊，正常人怎么会三番两次的遇到？大姐，这里是中国，十几亿人口呢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挺合理的。你怎么那么天真啊？你就是变着法说我傻呗。是啊，可我还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你说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啊？有，他爱上你了，所以故意接近你。真的？假的，他就来找你报仇的。你再瞎说八道，我打你啊！你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你来打我呀！我去参观一下你房间，看看怎么样。